今天安家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今天安家在这个超市的停车场，灯火通明，而且车位巨多，非常空旷。我们去超市里逛一下，看看买点啥。关灯，锁车门。走，哎呦，去看看里面有啥东西。Later， 看看，买了老面包，明天的早餐。这个是啥东西？芒果，东方蜜。主要是买点水果，这两天水果吃的少。不是不爱吃青菜，但是你水果总得吃吧，对不对？看看我们这个不到25万的家，是不是非常低调？谁能知道这是个家呢？吃个水果啊，奖励奖励自己。哇，这个芒果真香。啊，也不能这么吃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都出那个糖浆了，这里啊，真漂亮。我们拿这个牙签也行，没有牙签，你看我们拿牙线啊，我们拿这个牙线吃这个芒果。来个，哎，有没有小伙伴会这么吃的？应该有很多啊，那肯定也有不这么吃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两边一滑，然后，哎，再滑一刀，哎呦我去，这个就没有那个牙签好用，你知道吧？用牙签比这个好用。好，我吃电上。看这样一拨，哎，就出朵花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看看，嗯，哇塞，真甜，太好吃了，嗯，爆赞。